大家好，我是詹明，是若然学校曲卡组合唱团成员。我们由小四至小六的同学组成，今天我们为大家表演《田野在召唤》。《田野在召唤》是一首曲调欢快活泼的意大利民谣，它以儿童天真活泼的语调表现是充满生机，春天里孩子们出发去郊游旅行时欢乐心情，歌词中听你通巴的含义是快来吧快快来吧的召唤声，抒发了少年儿童对美好大自然无比热爱的情感。我们要多谢音乐老师温老师和郑老师，他们的包容一步一步令我们更加一步一步令我们去学习怎样欣赏音乐，慢慢感染我们更加喜欢唱歌。我们每日好像同时间竞赛，争取时间练习，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的就是将最好的音乐送给大家。以下时间我们希望大家好好去欣赏我们的演出，多谢。